就卡进去的是吧？对。我把窗帘刮过来。就是它不用，还是要收起来好点。它如果到上面沾满了灰，它就很容易坏哈。嗯。这个可能用不多久了。如果它经常收的，偶尔出太阳白天的时候，它用一用应该还好，用的时间久一点。如果是它那个的话，还是不要用了。卷尺给我一下。卷尺对。它里面有点热了，真是。林哥，你要不要那个连头？它怎么就？上面的连头。哇，直接扔在地上啊！本来就脏的嘛，本来就是二楼拆的嘛。要不要连头？要连的，连头我要做一个。连头还要。连头把这个双响码换掉。把单响码换成双响码就 OK 了。我觉得这个窗帘都要换掉，这窗帘好丑。你现在没做窗帘？做窗帘没？你现在在做窗帘，我没让他做连头。这个窗帘。